保你见识一下球迷山的车神，榜一黑榜的啊，榜二也是黑榜的。这个时候最快成绩差不多就是22、21。抖音黑夜哦，不，你打的还行吧？你打的好的，今天是、啊、我都说了，他只会一张球迷山啊，只会一张球迷山，确实，你确实只会一张球迷山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球迷山你还会什么？让你们见识一下球迷山的车神，排水区的过弯。红盆落地提前票，撞墙弹边复位退出游戏。第一把肯定是不打他们的，因为我也知道直播间福袋没了，对不对、哦、我先发个10000斗币福袋，而且还有、哦、他是我的徒弟，我打他的榜我不可能就第一把就打过了、哦、我得给他个面子，对不对？这样的，所以说福袋得你来出，福袋也是你来出啊，福袋也是我的，你来出来少、嗯、少5万，直接充5万。你非常的，因为从现在开始一把不过10000斗币福袋啊，先充个5万，一把不过10000福袋。OK， 那我就不跟你，我人情世故跟你讲完了，现在开始我就跟你讲一下什么叫世故了吧。下一把，下一把，下一把是吧？好，下一把，没问题，那就开始了。世故由此而来，直接放上一首战歌，看好了，先来个弹射的起步。对，有些时候我认识的职业选手，我可能第一把就不会打过他的榜单，因为我得给他个面子。但是特别熟的话，我会放他一马，也会放他两马。但你记住，我不是放马的，知道没？这是第三把，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第一把。来，兄弟们，把最后一把给我打在公屏上，弹射起步，调好了什么叫实力空喷，落地提前飘，再拉个三喷，把角度摆好，放线，撞墙弹片 W 喷，松前卡气的超级飘，手法一定要玩好，三喷快速切断，放掉氮气，出弯一定要快，顶尖职业选手的细节都差不了多少，拼的就是出弯，还有贴弯，入弯的角度，松前超飘，放线，绝喷叠速，飞起来，空喷，落地，侧卡，甩尾，放气，外切内极致的贴弯，走到最佳的路线，先拉侧度，再放气叠喷，左侧卡，甩过来，松前卡气，接破二段连卡的直法，放掉氮气，贴弯，滑飘单喷切断，松前的超级飘，再拉个三喷的出弯，叠喷叠住，撞墙调整好最佳的路线，再来个撞墙的点喷，你们可以看到细节拉满了，全程还能跟我并肩并。只能说他也是非常的不错，毕竟他这是他唯一一张会的地图。什么我唯一？空喷撞墙点喷放气甩尾弹边，落后一点点，一半个车身位，别着急，松前超级飘，再拉个三喷的出弯，切断一定要快，侧身幅度要小，快速切断，松前卡气超级飘，拉近距离放气切断单喷，再来个侧卡，我教你一个新跑法啊！看好了，兄弟们，甩下来，这里提前飘，然后拉个三喷，拉三喷的话，我氮气延续的就比它长了，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直接提前放掉氮气，贴弯，单喷就直接走了，看到没？你还要出弯慢呢，学会这个新跑法没有？你还一天到晚叫自己去。来，先把福袋扫了，咱不说这些，先把这个，主要是福袋没扫完，你没发我就肯定不打过。哦，没发就不打过。对，来，我这把我看你怎么打过。这把打过怎么办？你喊直播间每位兄弟一声爹。OK OK 是吧？充好没？充好没？充对了啊。好，左上角来，兄弟们，10000斗币的福袋由猴子赞助啊。现在我说了啊，我要是没有实力，我是绝对不敢说这个话，一把打不过10000斗币福袋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图10000，10个图10万，如果真的打了100个图，那这一个月就白干了。拉个三喷，再把气直接放掉，牵引走好路线，撞墙点喷，细节这把要拉得更好，得把它甩开一点。刚刚是因为它路线跟我并肩并，干扰我的路线了。快速切断，单喷走，放掉氮气，贴弯贴速，快速的出弯，走好最佳的角度，松前超级飘，脱下来放气叠喷，再飞起来空喷，落地侧卡卡满氮气放掉。极致的贴弯，先拉侧路，再放气叠喷叠住，右侧卡，甩好路线，松前卡气，接过二段连卡的直法，贴弯滑飘切断，松前的超级飘，再拉个三喷的直法，看到没？一模一样的手法，一模一样的路线，不可复制的细节，这就是中国区的冠军，世界赛的亚军，8周年全国冠军，7周年。停停停停停！这打个榜怎么又开始了？OK， 撞墙调整过来，放掉氮气，甩尾弹边，弹好角度，松前的超飘，极限的跑法，三喷的过弯，叠喷叠住，放掉氮气，再来个快速的切断单喷走，提前飘，放气切断，稳住最佳的路线，来个侧卡，再放掉氮气，甩尾下来，稳住提前飘，拉个三喷。三喷，这样氮气的话就够了啊，氮气这个节奏就够了。在那个松前的超级飘，直接拖下来，放气，三喷走，看到没有？这也是新型的跑法，跑法要随着人来改变，随着你的路线。那么直接过线，来把小六打。你知道我后面我氮气更长吗？我是累的嘛，真的。不是我打个球迷山，我打了5把，很正常。啊，这把打不过，我把全世界的屎都吃了。弹射，红盆落地提前飘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第5把打过吗？因为这是今天晚上的第5张车神榜国服第一，那么我们就用第5把把它横扫下去，铁弯细节拉满单。
前盆，再把细致的放掉，贴完贴住，滑漂过来快速切断，松前的超级漂，妈轮胎坏了，轮胎坏了，歪了，再来个侧卡放线，切完先拉侧头再放气，铁盆轮胎坏了，兄弟们，右侧卡甩过来，松前卡气接破二段连卡，再把气直接放掉，快速的出弯单喷走，松前的超级漂，少一管氮气没有关系啊，再把氮气直接放掉，咱们这个地方要补回来，撞墙点喷，侧身跳漂，放气拉车头，这里点一下复位，然后就要挤满氮气再走，放气切断，牵引的指法摁住车头，空喷撞墙拉过来放掉氮气，咱们直接极限跑法甩尾弹边，松前的一波超级漂，接好路线三喷，快速切断，铁弯再次补满氮气，氮气接头找回来，松前卡气超级漂，放气切断单喷，出弯一定要快，最后的路线侧卡调整好角度，再来个甩尾落地喷，提前漂，再拉个三喷的过弯，拉好车头，放掉氮气。路线走到最佳超级漂，我这地的马这图不行，我这图不行啊，这哥不行，这图还不行啊，没有这哥不行，我放手战哥好吧，这第六把了对吧？啊，刚刚第一把跟你讲了把人情世故，这马打不过就是车不行，没事，我不会说车不行，他会说好吧，因为他的车已经歪了，没有车歪的没关系，我人不歪就行。OK， 什么样的人开什么样的车，我取一下，在绝对实力的面前，当我战哥响起的这一刻，当我不说话的这一刻，你们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，把前面的录屏给我删掉，这把重新录，因为这把我将拿下 Hugo 飞车秋名山吉尼斯的世界纪录。细节目前前面已经拉完了，滑漂过来，侧卡甩过来，再来个松前卡气接波二段连卡，放掉氮气，贴弯结束，单喷直接走，松前的超级漂，再拉个三喷的过弯，叠喷放气，调整好最佳的角度，撞墙点喷 W 的喷冲，松前超级漂，快速的切断。像这种简单的地图啊，码数可能就要多一点，因为要看运气。像那种难度系数高的操作型的，你们可以看得到。我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是一把过，比如说十一城、海洋公园这些。这么简单才打不过？对，这图简单，所以说把数可能用了多用了两把。而且我是刚开直播，大家都知道成都的天气目前非常的冷，最近降温了啊，已经来到了零下的十几度。啊，多用个两把，手感现在正式上来了。现在来，兄弟们，把小六给我准备好。下把打什么地图？给我直接打在公屏上。现在开始，上难度，手感来了，状态也要拉满了，直接拿下。一分二十，这是我认真的时候。我操，这谁呀、啊？哟，这谁呀、啊？哟，这谁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这什么礼物、啊？这什么礼物、啊？私人飞机啊！谢谢老板送的私人飞机啊！谢谢老板。下把什么图，兄弟们来，给我尽管挑。好吧，西湖阿尔法总部、玫瑰之恋、山雪游龙、瓦特厂房、苏格兰厂、森林发卡、岩野之歌、林峰镇。好，接下来啊，垫一万斗币福袋啊！我那个车坏了，我只修一下就 OK 了。六十条公路在哪呢？公路。好、啊，在这找到了啊！瞄准第一，吴建豪来了啊！他在直播间，吴建豪在直播间啊！那么我给你这个面子，弹射。你看我这把能快你多少？超级漂，三喷，再来个松前卡气，接波松前的超级漂，再把气直接放掉，甩尾加点脱漂，脱好路线，拉个双喷，走下来。这一把要是打不过，我从今天起，从今往后，我都不再说自己是职业选手，拿过冠军，甩尾脱漂，就是有这个绝对的实力。外前内，半坡的提速，放掉氮气。双喷走好路线，再来个侧卡，还是不能随手打，得全神贯注，认真起来。侧身漂移，快速切断单喷，再来个甩尾，甩出洞，放掉氮气，把车头摆好，超级漂滑过来，三喷，超漂，他上来了，车子上来了，距离很近，半个车身位，松前超级漂，脱漂过来，放掉氮气单喷，再来个甩尾，加点小脱漂，幅度要小，不要太大，侧卡调整最佳的角度，牵引走位，放掉氮气，撞墙点喷，下把什么地图，兄弟们？打在公屏上，只要你玩过 QQ 飞车，不管再难的图，不管是哪个职业选手打的地图，你都可以打在公屏上。我来挑他的虾线 ，OK， 撞墙点喷，放气，快速的切断 W 喷，再把氮气直接打开，这把成绩1分17.44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，三二，下把怎么图？有种打森林发卡，阳光王城。又是阳光王神，怎么一天到晚阳光王神，山雪游龙刷了半天了不敢打，
果然是飞车，果然是飞车山菜，玫瑰只敢念不敢打，不是有我不敢打的地图吗？你可以说他们两个，为什么要说我？不是，你他们可以说你，对，凭什么说我们两个？我们两个不，炎光王城我不敢打，炎光王城很快吗？很快，特别快吗？你看猛男，哈哈哈，哎。干嘛？你干嘛？看了不敢打。点开了关差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之前还是一分三十八，兄弟们，你们自己看榜啊，都是一分三十八。哇，这成绩跨时代了啊！这成绩有点跨时代了，必须放手战歌的，不然有点压力。来，你觉得我打不过吗？来，你打呀。好，我让你们现场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炎光薄城。段位起步，拿个双喷。今天晚上的第八张车神榜，国服第一，把西放掉，牵引走位。空盆落地腾空，松前卡气超级飘，拉个三分的速弯，快速的切断，切弯走波进道，我敲你马才过两个弯，领先我这么多。这个成绩有这么快吗？松前卡气腾空，再来个松前卡气提速，这里可以拉近一点，因为我卡气的速度是比他快的，我的手法比较顶尖，一段连踩，二段连踩，侧卡，卡满弹起再放掉，切弯滑飘，快速切断弹喷，放掉弹气，牵引走路线，走到最佳的路线，滑过来，踩上加速带，松前卡气接过超低标，拖过来，再拉个三喷，出好弯道，放掉弹气，甩尾弹边，角度最佳，侧卡放气，腾空落地喷，极限跑法，快速的切断，快速的出弯，拉个双喷，飞到最佳的路线，这边来个甩尾，极限跑法放气，切弯，拉双喷，路线走到最佳。还在吃尾灯来了，松前卡气接过超级标，这个地方准备跟他说拜拜了。贴完贴住，快速出弯单喷走，提前标，快速出弯，空喷落地，松前卡气腾空飞起来，飞起来之后再来个松前卡气直接拉近距离，超级标放气切断单喷，一踩二踩他手里少气的，我们就不需要撤卡了，稳住路线，快速切断，再把单气直接放掉，走到最佳的路线，平了，松前卡气超级标拖过来，妈这么快怎么打？不知道我全程吃尾的，这把很难的。目前抖音有人敢打吗？这个榜就他打的，这样没有，他在调侃你。你打的？我打的呀。那是他在调侃你。你要早说你打的，我上把直接过了。你说真的？来，你这把过给我看看。OK， 来，空喷落地，松前卡气接波超级飘，车飘过来三喷，放气。猴子还可以啊，猴子打了两个榜。什么两个？你不是只会秋名山吗？什么只会秋名山？我还有好几个榜呢。腾空卡气拜拜，你看你那卑微的卡气知道没，多向我学习一下手法，一定要连接要快，撤卡卡满气，放掉弹气，弹出来侧身漂移单喷切断，再把弹气直接放掉，牵引走位，走到最佳的路线，踩上加速带，落地松前卡气接波，松前的超级飘拉过来，三喷的出弯，最佳角度放掉弹气，甩尾的弹边，把路线压住，来个撤卡放气，落地喷，再来落地喷，侧身漂移放气，拉个双喷，飞好路线，他是单喷，我双喷，侧卡甩满弹气直接放掉，切弯，车头摆到最佳的路线，看到没有？我跟第一圈的细节、第一圈的路线都是一模一样的胎印。超级飘拖过来，再拉个三喷，快速的切断，提前飘。那么今天晚上的第八张车神榜国服第一，直接拿下。下把来，兄弟们打什么地图？提前打在公屏上，牛逼我已经先吹出去了，因为这一把我100%能过，一弹、二弹、三弹。我那就没有撤卡了，提前飘，放弃切断，牵引走路线，再把弹气直接放掉，走到最佳的路线，最完美的角度，松前卡气超级飘，速度一定要卡出来，拉个三喷，再把气直接放掉，甩尾弹边，走好角度，腾空走过跳台，甩尾甩下来，来把小六，他在公屏上。今天晚上的第八张车神榜，你要早说是你打的，我都不会放水的，我都不太放水的，知道没？你要早说是你打，我上把就一把就过了，欠福袋，欠的福袋，来，现在左上角一万投币的福袋，这是100万人吗？对啊，100万人吗？182万人吗？这是？这直播间是上热门的。哇，这么多人吗？下把什么时候？第八张了，兄弟们，怎么还有人说我不敢打的？有种打森林发卡，森林发卡，故园归罪，阿尔法总部，原野之歌，玄灵峡谷都不敢打。森林发卡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张难度系数极其高的一张地图，来自世界冠军梁海鹏打的棒，他现在没有在我直播间，你打过他就来了。梁海鹏打的，世界冠军打的，前面都可能是全国冠军或者是全民争霸这些冠军，但是这把是世界冠军打的榜单。先来个段位，拉个双喷，提前飘滑过来，再把气直接放掉，甩尾加点拖飘，双喷走好路线，松前卡气。这张地图的话也是2013年上架的一张地图，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多玩家都是苦练这张地图，也是 QQ 飞车长达1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最
这个地方也快不了多少，撞墙点被压住分，飞起来飞到最佳路线腾空。我说了，不管你是世界冠军还是车王冠军，只要你敢上榜，我就敢挑你的虾线。完了，这把有点难了。第二圈需要把细节拉满，再拉个双分。松前卡机这里能拉近一点，放弃贴弯提速切断，走好最佳的路线，提前飘滑飘滑好，放弃切断单喷，再来提前飘单喷切断直接走，再把气直接放掉。咱们把路梁海鹏来了吗？来了。松前卡机超级飘，梁海鹏你来了是吧？来了。那我就不给你面子了。铁弯先拉车头，再放弃叠喷，追到了并肩并，牵引走位，极限跑法超级飘拖过来，快速出弯。顶尖的职业选手的细节都差不了多少，我只能说他的细节非常的卑微，这是新型的跑法。再把单机直接放掉，提前飘快速切断 W 喷，再来个落地喷侧卡，放弃牵引走位，松前卡机接不超级飘，他后面磕碰了一下失误了。来把你手中的小六给我准备好，搭在公屏上腾空超级飘滑过来，三喷出弯，快速切断直接过线，全程并肩并，这就是世界冠军。哎呀，哇，他刷礼物了，刷礼物怎么不早说？我说了在榜二了，肯定刷礼物了呀。你要早说的话，当然是你啊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早说，我第一把就不过了。第九张车神榜，我能不能配得上小六一波？下把什么地图，兄弟们？还有没有难度系数？觉得你最难的，觉得其他主播不敢打的？今天晚上的第九张了啊！山雪游龙只敢练，不敢打；玫瑰之恋不敢打就算了，山雪又不敢打；原野之歌、玄灵峡谷、阿尔法总部，怎么你们一会儿说我这个不敢打，那个不敢打的？玫瑰之恋我不敢打啊，你敢啊？玫瑰之恋跟山雪游龙是吧？山雪游龙是娱乐主播玩的啊，山雪游龙就没有必要了，兄弟们。来，你确定玫瑰之恋是吧？啊，玫瑰之恋，兄弟们，这张地图在全网直播间目前为止啊，除了他，没有人能过，连他都过不了。什么？玫瑰之恋你也过不了？是过不了啊。来看好了，我教你玫瑰之恋最快的啊，一分二十三，榜三最快啊，23.05。榜三是最快的啊，山雪游龙没必要，那图看运气图，兄弟们，那图是看运气图，这图我最多三把就拿下了。换位起步，双喷，落地喷，再来落地喷，提前飘，拉个三喷，快速切断，走好路线，踩上加速带，松前卡机接波，松前的超级飘，最牛掰的直法拖飘，拖过来，滑过来，放弃，每一圈都得这么跑，如果有一圈你的手法失误了就打不过了，甩尾弹边，弹满氮气，把氮气打开。喷空喷落地，松前断空飘滑下来，耍飘，再拉个三喷出弯，把气直接放掉，侧卡一下，他第一圈挺快的，但是他第二圈第三圈就不行了。飘好了，这个地方直接拉近啊，什么叫最牛掰的松前卡气甩尾，我说的最多三把啊，榜三最快的啊，榜三最快的第二把转位双喷，开微线流呗，提前飘切断，再次踩上加速带，松前卡气再卡超级飘拖过来，放弃第二把，今天晚上的第十张车神榜国服第一。他第一圈的细节确实好，松前断空飘，有没有发现我的话已经变少了？我话变少的时候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还在吃尾灯？现在的尾灯只是暂时的，超飘接好路线，再来松前超级飘，飘过来滑过来，滑到最快的速度，把气放掉，牵引走位走路线，打开氮气，甩尾弹边，放掉氮气，什么意思啊？松前断空飘，这个地方就可以拉近了啊，来了，这个地方直接就跟他说拜拜了，他路线甩的最歪了，甩过来走到最佳角度，已经拉近一点了，提前飘，锁胎下来快速切断，松前卡气。再接波二段连松前卡气，松前超级飘直接拖过来，稳住最佳的路线，结束，马上并肩并，最佳角度一定走好，甩尾弹边，我说他第三圈不行，他第一圈跟第二圈还不错，空喷落地，松前断空飘，来把你们手中的小六给我提前准备好，打在公屏上，打什么公屏上？他这里没有 W 喷，他这里没有 W 喷，因为二十二上不了榜，哇，这都能过啊？对呀、啊。这都能过啊，他后面是刹车了的，如果他不刹车我这把确实打不过，但是他是刹车了的，哦，好像随便拿下，不能打二十二，打榜不能打榜，上不了榜，上榜只能二十三上榜，他等了你一下，意思是他羞辱你了。什么羞辱啊？他等了你一下，我过不了吗？我是不是一把过了？是不是直接过了？兄弟们，还有什么我不敢打的，尽管使出来，尽管使出来，还有什么图我不敢打的？
天机哥没有啊，天机哥没有这个图啊，山雪游龙，我你们练了一晚上山雪游龙。你是假装看不到还是咋地？不是说看不到，那个图看运气的，兄弟们，没有必要打。主要是我昨天没直播，大家应该都去看梁海鹏直播了吧？我昨天没直播，我昨天在看梁海鹏直播，因为昨天山雪游龙就是出来了，然后没敢，不对，我昨天不是没敢直播，是我昨天休息就没直播，然后我昨天晚上去看梁海鹏了啊，他在那里打山雪游龙，看这个直播间榜啊，世界冠军，兄弟们，世界冠军打山雪游龙，就因为他是一个运气图，打了多少把来着？七，我昨天看到400多把的时候我就走了，不知道他后面打多少。我看完了，我全程看完了。打多少？730多，730几来着？737。对对对，就737。就这个直播间榜二啊，昨天我看了直播，世界冠军都打了737把。嗯，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打。